冬儿，妈，爸，怎么没打电话告诉你什么？我是想给你们一个惊喜。走，回家。嗯，你们先回去吧，我干完这点活就回去啊。啊，行，走。 慢点，让哥哥回来把妹妹给高兴的。来，冬儿，你们先在外头坐会儿，说会儿话啊。坐车够累的，肯定饿了，是不是？饿了。我去做饭去啊。我看看。 给我带礼物了吗？礼物啊，桂菊，小桂菊，愿意和我做朋友吗？哦，来，给你。 哥，现在买不起贵的，等以后中了钱，给你买最好的，好吗？嗯。我想要双皮鞋，我还没穿过呢。好，以后啊，等哥哥中了大钱，一定给你买一双皮鞋。 你什么时候挣大钱啊？爸爸老是说，等你上完大学就可以挣很多很多钱了。你不是已经上完了吗？对，已经毕业了。那就可以挣大钱了。桂菊，你挨过爸爸的打吗？ 村里也通电了，对呀，年初就通电了，政府说了，到了年底村村都通电。通了有什么用？爸也不让电，说交不起电费。哎，这孩子嘴都快。来，快来吃饭。都是你爱吃的。就我一个人吃啊？ 还是等爸回来，大家一起吃吧。哎，别等你爸了，地里活多，你爸不定什么时候才回来呢，你自己吃吧，啊，我们还没饿呢。快吃啊！快去，啊。那你哥给你，你就吃吧。
来，你歇着。桂菊啊，去后山坡把杨群赶回来啊。爸，最近身体还好吧？多亏你上次寄来的钱，吃了几副药，好多了。庄稼人啊，就指望有个好身体了，哪里还得得起病啊？身体好就是福分。我最担心您的身体了，爸。这有200块钱，你先买点东西，好好补补身子。冬儿，你刚刚找到工作，这还不到几个月，怎么就回来了？工资太低了，一个月也赚不了几百块钱。工资再低，那也是能看得见的钱。这城里花销太大，什么事儿都需要钱。我早就跟你说过嘛，你刚刚参加工作，不要每月都往家里寄钱，可你就是不听。家里的债啊，用不着你还。我不太适应城里的生活，想了想，还是回来的好。回来的好，可你回来又能干什么呢？请喝酒吧，有什么话可以慢慢说。姑，你上了4年大学，我们家都快……为什么？为的就是要让你换换身份，当一个城里人。你想？工资低，我们没有逼你往家里寄钱的。看上你考上了大学了，我们就是再苦再累，心里也是甜的，因为他有个盼头。好不容易盼你大学毕业了，你却……哎呀，冬儿，你还没吃饭呢。冬儿，妈知道你心里不好受。这些年，你爸他太难了，哎，人老了脾气也坏，说话不中听。你不要心里去，
别再生气了，伤了身体就不好了。我在家里待上一段日子，就会去城里找工作的。只要人能平平安安，就是福了。事情总有过去的时候。不说了，咱爷俩喝一杯。来，我这房子小点儿，但是朝阳，冬天也看得见太阳。租给别人，我从来没低于1000。看你们都是刚刚毕业的大学生，900吧。厨房、厕所在外边，大家伙共用。反正你看你们也不会做饭，楼下都是大排档，随便吃点。桌子、椅子、床都给你们留下了。我就住楼上，有什么事打电话吧。哎，啊，谢谢啊，谢谢。谢谢你啊。哎，旭东，你打地铺啊？你要是这样的话，那我跟钟大龙可就在床上挤挤了。真不好意思，为了给我省房钱，害得你们也受罪了。话不能这么说，我们不也省房租了吗？你看人隔壁跟咱们一样大的房子，人家住了4个人。再者说，都没找着工作呢，好意思住大房子？就是啊，住一起多热闹啊！哎，我都想住进来呢。哎，你可别站着说话不腰疼啊。那咱俩换换，我住你家别墅去。我说李哲，回老家吗？我考虑过，决定留在杭城闯世界。我说你傻不傻呀？回家多好，万一找不着工作，在家还能蹭吃蹭喝的是吧？我可没那习惯。再说，我又不像他，家里有一个大款的老爸。老爸的钱嘛，不花白不花呀。你不花呀，嘿嘿嘿，他还不高兴呢。哎，像王旭东，他家虽然是在农村，但是他爹妈还是要赚钱给他花呀。这就叫做有中国特色的家庭主义。你的那个中国特色只适合你们这些有钱人，像旭东，他家还等着他挣钱回去还债呢。我们说点别的吧。对对对，说点开心的。来来来来，今天来我家做客，第一杯，我干了。嘿，哎，你工作找怎么样了？嗨，我爸在给我找关系呢，不用我担心。哎，旭东，你去那么多公司应聘，情况怎么样？啊，咱们四个里头就你学习成绩最好，肯定没问题。我估计主要是心理上准备不足吧。哎，徐东，别泄气，再找找。依你的条件，我觉得去国营单位或者是事业单位应聘最好，他们就喜欢这种农村孩子的老实，不会给他们添麻烦。哎，不过啊，话说回来，像这种单位没有后台，没有票子，也很难进去啊。你这话等于没说。我错了，我错了。来来来，干杯。哎，来。请进。你好。你好，这是我的资料。哦，是这样，我们单位接收应届大学毕业生的这个编制啊，已经满了。你要是愿意的话呢，你就先把这资料留在我们这儿，等以后有机会我再跟你联系，好吗？谢谢。啊，那好，我还有点事儿，今天就到这儿了啊。
王旭东，王旭东，您叫我，你叫王旭东吗？是，我叫王旭东，杭城大学计算机系今年的毕业生。材料上有错误吗？没错没错，只要你叫王旭东就没有错。来来来来，坐坐坐坐坐。真是巧啊，本来今天想给你打电话的，没想到你自己找上门来了。给我打电话？对。您认识我吗？我不认识你，你别着急，听我慢慢跟你说。我们厅里接收应届大学毕业生的编制每年只有三个，可是你知道吗？就这三个名额，一年以前就已经被关系户们给占满了。今年呢，为了发展的需要，我们向省里多要了个编制。为了找到比较理想的人选，我亲自去你们学校选的人。你们系主任特别向我推荐了你，当时我们看了你的档案，就立马拍板决定了。算你运气啊，消息还没有走漏出去，不然啊，领导的条子早就到我这儿了。真是巧，本来今天想给你打电话约你过来谈一次的，没想到你自己找上门来了。我还以为是谁提前把这个消息透露给你了呢。你每天都到这儿来干活吗？我能挣一点就挣一点嘛。干这么累的活，你吃得消吗？别瞧不起人啊！上大学以前，我跟我爸干过这种活，没觉得那么累。那你为什么一直骗家里面说你已经找到工作了？我告诉你啊，这回我可是真的找到工作了。真的呀？真的。行啊你，就像做了个梦一样，天上掉下一个大馅饼，这馅饼呢就正好砸在我的头上了。我呀真为你高兴。对了，他们通知我了，让我下下个星期五去报到。哎，徐东，这事儿树鹏他们知道吗？我不想先告诉他们，尤其是舒鹏，他这个人啊，嘴特快，容易坏事儿。哎，等我正式报到吧，报到的那天我再告诉他们。你可要帮我保密啊！你不相信我？我就是不相信你。我要是不相信你啊，就不会只告诉你一个人了。徐东，你怎么了？就是想我爸爸。我终于可以完成我爸的心愿，马上就可以成为城里人了。哥们儿，帮帮忙，帮我抓住那只鸡。抓到了！啊，谢谢你了，要不是你，我这鸡又得变成野鸡了。野鸡好啊，现在城里人
刘英吃绿色食品，野鸡可以卖出更好的价钱。光变成野鸡可不行，我得让它变成凤凰。啊，你不是本地人吧？也是，也不是。什么叫也是也不是？我是长沙人，不过呢，我现在是王家湾的村委副主任。你就是那个大学生村官，叫龙立权。看来我不用自我介绍了。不，我还不认识你呢。我叫王旭东，本地人，大学刚毕业不久。哦，我知道你，我认识你爸。村里就戳你这么一个大学生，谁不认识你爸呀？要在以前，那可就是状元了。哎，我说，我卖血的事儿，你是不是对冬儿说了？我托顾叔给冬儿带了封信，可我什么话也没说。我感觉他是给咱们撒谎，他根本就没找到工作。没工作？可是他每个月都给家寄钱呢，都寄了好几个月了。他在城里肯定是遇到什么麻烦事儿。冬儿的性格我知道。他遇到再大的事儿，他也不会说的。王家这回可是亏大了，他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这儿子身上，这下可好，又回家种地来了。哎，听说老王家还欠了几万块钱的债呢。哼，要先知道是这样，还不如不去上那个大学呢。你看人家郭叔家，儿子没考上大学，在广东打了四年工，去年新房都盖上了，哼，还是三层楼呢。马上就要开学了，该上初二了吧？佩奇，怎么了？我早就没在上学了。为什么？爸说要省下钱来给你交学费，还说女孩子用不着上那么多学，以后嫁个好老公就行了。男孩子不同，男孩子要自己闯世界的，所以一定要上大学。有一次我还偷偷跟几个大人一起到县里去打工了，也想帮你挣点学费，可他们说我是童工，不肯收我。我都看见他们干的活了，还没在家里干农活累。哥哥，我在家里干农活，怎么就没人说我是童工呢？不行，这学你一定要上。同学们，你们现在是毕业了，一定要抓紧时间，要好好的拼命，争取考个好成绩，考上县里的重点高中，考上了重点高中，就等于脑子已经伸进了大学，就等着这个屁股往里面挤了，谁先挤进去，这大学的位置就归谁坐。笑什么？我可没跟你们开玩笑啊！从今天起，这两只鞋就会天天的挂在这里，天天的让你们见到。目的是什么？就是随时的提醒你们，好好的读书，
才能够在城里穿皮鞋。考不上大学，只能在乡下穿草鞋。你刚才说的那些观点呢，的确有道理。可我们这儿呢是乡下学校，学生们要是想有出路呢，只能考高分，不然呢他就考不上大学。我们的目的呢，就是争取多让几个学生去念大学。至于啊，他们考上大学以后的事儿，就不是我们能管的事儿，那都是政府的事儿。那起码我们可以告诉他们，外面的世界是个什么样子的。我们缺的就是这样的人才。比方说，像你这样的大学生，毕业以后，不都愿意留在城里发展吗？谁愿意到我们这乡下来教书呢？校长，如果我愿意呢？你愿意？开玩笑。不瞒你说，我们学校正式教员每个月的工资还不到700多块钱，有的时候还都发不下来。我没开玩笑，如果您同意，我真的愿意。这可是你自愿的。好，那我明天就给县教育打报告。哎，你对我们学校有什么要求啊？说说。啊，葛军，哎，她是我的妹妹，初一没上完就辍学了，我想让她继续上学，学杂费可以从我以后的工资里扣，好吗？这个没问题，我可以做主。慢点，葛军，上学喽。杜儿到乡里的学校当老师，你知道吗？杜儿说了，他要不去当老师，桂菊就上不了学了。我就知道这小子肯定是不想回城了。不回就不回吧，在家门口当老师我看挺好。你懂个屁，他们那个学校连校长都不是大学生。行了，吃饭吧，动不动就上干动火的。去哪儿啊？搬去学校。你今天哪儿也别想去，明天就给我回杭城。实在非常抱歉，听说挤掉你的这个人，他爸爸动用了省里的关系，连我们厅长都没有办法。旭东回来了。
都在啊。正好，我给你们宣布一个特大的好消息，后天我就要去信息产业厅报道了。怎么回事？说来听听。嗨，我爸呀，他动用了很硬的关系才把我弄进去的。听说这个编制啊，一开始有人选了。那，你不是把别人都顶掉了？那活该他倒霉啊！谁让他关系不硬啊？现在这个社会，你要关系不硬，别说这个牛单位了，哎，你干什么都不成啊，是不是？哎呀，行了行了，你别吹牛了，赶紧说，什么时候请客？明天。我今天啊，就是特地跑来告诉你们这些的。嗯，哎，旭东怎么了？哦，他出去一天，可能有点累了。哎，那行，那你们今天啊，早点休息，我明天一大早开车来接你们，记住，早上九点啊。走了，拜拜。怎么样？准时九点。嘿嘿。哟，真香啊。这小子怎么还睡呢？啊？是不是昨天晚上出去泡妞了啊？哎哎，旭东。哇，这啊！哎哎，你们俩这干什么？干嘛呀？你吃错药了是不是？在我的地盘上发飙，信不信我明天黑道上找几个人分分钟摆平了你？行了，少说两句，少说两句。你不是就有几个臭钱吗？是，那又怎么样？有本事你别跟我借钱啊！有本事你别赖着我钱不还啊！你把钱还我呀！别说了，别说了。啊，许东，许东，许东，有病！你干嘛呀？他这样你还向着他？你知道被你挤走的那个人是谁吗？还没来得及告诉你呢。喂，李哥吧，哎，啊，我听出来了。好了，好好，行行行行行，几点？好嘞，好了，一会儿见啊。老板，我有事儿啊。有。什么事说吧。您能不能预支我400块钱？以后再从我的工钱里面扣回来，行吗？你要是再不来，我绝对不会做出这样的事情的。老板，我确实等钱急用。那么急吗？我爸爸病了，一直没钱治疗，就在家里硬挺着，所以我想赶紧把钱寄回去，让他早治疗早吃药。您知道人生了病是耽误不起的。你这种话我听的人太多，别老跟我玩小聪明，玩点新鲜的好吗？啊，老板，您不相信我啊？我凭什么相信你？你会不会觉得我这样回来很窝囊？不会啊，我觉得你很有勇气。不过你的同学太不地道了，要是我就咽不下这口气。这不怪他，谁让我家里那么穷呢？我们这些农村孩子都想着往城里挤，你说你一个城里姑娘，怎么就想起来我们乡下呢？我也没你想的那么崇高，就两年，后来以后我觉得挺好的，我再有一年任期就满了。哎，你记得上次我拿那几只鸡吗？怎么不记得？你不是说还要把它们变成凤凰吗？那就是凤凰。那呀，可是你们这地道的跑地鸡，是竹林里的虫子长大的。我有个同学在长沙开了间饭馆，我捎了几只去，想看看好不好卖，没想到可火了，我都供不上货。哎，下次到长沙记得找我，请你吃饭。你真不想在城里工作了？要不去长沙试试？谁不想到城里去啊？
我怎么了？去我家，帮我做做我爸的工作。好。上课，起立。同学们好。老师好。请坐。王俊杰同学为什么没来上课？他回家了。请假了没有？没有，他说他不会来读书了，他说他要到县城去打工了。为什么不告诉我？他不让我和任何人说。校长，初三的王俊杰同学回家了，他不来上学了。你先坐下。你已经知道了。看看这个吧。怎么回事？这是王俊杰父亲拿来的。他拿这些东西干什么呀？是他儿子欠的学杂费，他家里实在拿不出钱来了。家里的干笋又卖不出去，所以就拿来当了学杂费。我也没办法，只好收下了。他人呢？已经走了很久了。不行，学杂费可以先欠着，学不能不上。是啊，这好不容易读到了初三，多艰难都顶过去了，等考上了大学就可以改变自己命运了。哎，爸，又在变箩筐啊！我们家里用得了那么多吗？爸的手艺真巧，怪不得能发明出那么尖端的打人工具呢。翅膀硬了，打也不起作用了。我领到第一个月的工资了。那就先把吴婶家的钱还了吧，他家也不宽裕。爸，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儿。说吧。能不能先留下400块钱？你们学校不是包吃包住的吗？临回来的时候，我还欠着同学400块钱呢。你在城里欠着人家钱，又带钱回来，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我是想让你的身体早点好起来。我缺了你200块钱，我会死啊！我就琢磨着你这小子肯定是在撒谎。怎么了？你爸又发神经了是不是？哎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这中药是钱买的呀，你老糊涂了啊。哎呦喂，你这个老糊涂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你问你儿子去吧。你这是干什么呀？你这是啊，这孩子
子给你买的药。爸，回来了。啊，买的？捡的。算账呢，爸。嗯。哎呀，郭叔家的钱今年又还不了了。哎。你们学校今儿不上课啊？我们班上那个叫王俊杰的学生啊，他爸不想让他上学了，带着他打工去了。我到了一趟县城，想找他爸做做工作。工作做通了？他爸根本就不让我见他。还是那些费用的问题吧。他爹的脸皮薄，不愿意老这样欠着。放心吧，爸，咱们家里欠的那些债啊，我会想办法还上的。哦，来来来来，你不是学那个什么计算机的吗？来，你帮我算一下。咱们家今年啊，养了六头猪，十几只羊，还有这个河边那几亩地。我估摸着到年底啊，六叔家的钱就能还掉了。等农闲的时候，我再到位。来，帮我算算来。爸，我的同学帮我找了很多家公司，只要有合适的，他就会马上通知我。总不能让家里欠着债还继续供养着我吧？你不要说了，爸爸心里都明白。回吧。Thank you.
我爸呢？您为什么要瞒着我？你爸不让告诉你。妈，您把他电话给我，我这就叫他回来。他哪有电话呀？那他住哪儿？我去找他。你爸走时候说，不让告诉你。他说他一到地方，就打电话来告诉我他的地址。可是我上小店问了几次，他一个电话都没来。我只听说，好像那个工头是咱们老乡。我爸的那种身体还能去打工吗？你怎么也应该拦着他呀！我拦得住吗？再说，他要是不去打工，咱们家欠人的钱，拿什么还呢？今天开始教同学们练习五笔打字。这个是电脑的键盘，上面有很多键，每个键都有自己的功能和作用。中间这一块呢是英文的26个字母。我们要练好五笔打字，首先就要掌握好每个字母键的作用。这个口诀啊，大家一定要背熟它，并且记在心里，这样打起字来才会快。好，现在开始跟我一起读。王旁青头兼五一，王旁青头兼五一。土是二竿十寸雨，土是二竿十寸雨。大犬三羊古石场，大犬三羊古石场。木丁溪，木丁溪。就坐船上吧。坐啊。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教书？你妈妈告诉我的。你去过我家？怎么，你不相信啊？其实啊，是你自己告诉我的。嗯，你可以当间谍了。我这儿没有一次性杯子，你就将就用我的杯子喝吧。啊，徐东啊，其实我这次是专门请假过来的，是专程来向你赔不是的。什么话也别说了，说这些也没有什么意思。谢谢。知道吗？这400块钱就像一座山一样压在我的身上。这一座山不是压在你的身上，而是压在我的心上。
唐城大学，我儿子就这个学校毕业的啊，是吗？这栋楼啊，是建了又停，停了又建，都折腾好几次了，连施工队都换了好几波了。你们这一波应该是第四波了。我知道。来，进来，慢点啊，小心。谢谢师傅。叔宝，这干什么呀？我给你买了台电脑，哎，说清楚了啊，这电脑啊是我送给你的。哎，简东呢？这电脑啊，一呢是为了证明我向你赔不是的诚意，二呢是为了以后我们好通过网络联系。哎，你说你一个计算机系毕业的大学生，连台电脑都没有，那怎么行啊？嗯。叔伯，我确实太需要一台电脑了，不只是我用。主要是让学生们通过网络可以了解到外面的世界。说好了，这个人情我是一定要还的。哎，别说什么还不还的，不就几千块钱吗？我们在城里挣钱啊，比你容易。来来来来来，搭把手，来来。哎，先放这儿。王师傅，嗯，怎么又吃两块钱的盒饭啊？老这么吃，身体顶得住吗？嗯，来来来，过来一块喝杯酒吧。不不不，哎，谢谢啊。我们还买了鸡翅呢。不，我这挺好的。这可是我们这里正宗的土鸡汤，还有干笋、烧腊肉、清炒冬笋，这些东西啊，你在城里是吃不到的。嗯，鲜，太鲜了。还要多喝点。嗯嗯。哎，徐董啊，其实你还是回杭城去吧，找个地方先打工。至于工作，我们一起帮你想办法。只要人在杭城，机会总会有的。放假再说吧。你怎么来了？我不能来吗？当然了，啊，我是说当然应该来了，请都请不到呢。这是我大学同学，叫舒鹏，专程从杭城来看我的。你好，我叫龙立权，王旭东的朋友。哎，坐。服务员，再上一套餐具。谢谢。徐东，你女朋友可真漂亮。别瞎说啊，我们认识没几天呢。真看不出来，你速度还挺快的啊。我说你小子这种毛病什么时候能改呀？女朋友就女朋友呗，怕什么呀？哎，你刚才说他叫舒鹏，嗯，他就是那个舒鹏啊。对，你就舒鹏。是啊。你家很有钱。你怎么知道的？你就可以用钱把你的好朋友挤走。我这不是专程来给旭东赔不是吗？你的心理素质也真好啊，还有脸到这儿来喝酒，做了亏心事还想立牌坊，
说吧，看上哪块地头了？我是这儿的村官，给你打个折。你也就碰上王旭东这样的厚道人，换个人你试试。有钱怎么了？有钱人多的是了，有钱就可以拿良心去喂狗了。姐姐说的是，姐姐说的是。说真心话，如果这事儿我能做主的话，我一定把这份工作让给旭东。算了。和你这样的人喝酒，掉价。我走了。哎，哎，好了。姐姐宽宏大量，这杯酒我罚了。北京是国家的心脏，北京是国家的心脏。老爷，你来试试。打出来了，看见没有？看见了。来试试，来来来，慢点。来了。哦，我不走。不好意思啊。现在的孩子都早熟。哎，我跟你说，这两天我在网上看到一个电脑公司在招人。并且还挺诱人的，去试试吧。可以啊。哦，对了。你爸爸还没有消息。他们施工队又撤走了，好像听说到了东边一个什么地方。我现在不知道他是到了上海还是去了江苏。他就是有意不打电话回来，就是怕我去找他。你也别太担心了，他们一个施工队应该有很多人在一起的。那边挂个号，先把钱交了。我们老板去福建了，拿不到钱呢。我们都是打工的，身上根本就没有钱。没钱，没钱你送到医院来干什么？好像这医院是你自己开的，你们自己看着办吧。护士。护士，那个病人点滴都打完了，你们怎么也不去换？这样很危险的。去交钱了吗？交钱？交什么钱？你装什么呀？刚才送他来的两个民工，我让他们去交钱，他们说没钱，过了一会儿两个人都跑了。你的同学靠谱吗？是他们厅里下属的一个公司，老总是他的朋友。行，相信他一回，希望他能将功折过。但这次能成功。桂菊，你怎么来了？
哥哥这次啊是应聘工作，不是去玩。你说过要带我去的，说话总是不算数。听话，回家去。好了好了，让他去城里看看也好啊，他的路费啊，我出。 这儿就是杭城以后的中心，你看，多漂亮！你看，你看这高，你看这高楼。旭东啊，我跟你说啊，这次你来应聘呢，就是走个过场，路呢我全都给你铺好了，月薪也不会比我低的。 这次啊，舒鹏可是立了大功啊，旭东，真是太谢谢你了。桂菊，桂菊，把鞋换了。不用换鞋，直接进来就行了。来来来，先坐，先坐啊。 这就是舒鹏哥哥的家。来来来，喝。好，来。哎，李正，你平时都送你女朋友什么礼物啊？你有女朋友了？没有，就是一般朋友。肯定是送给龙立权的。舒鹏。 真的啊，你觉得龙立权这人怎么样？性格挺好的，哎，你别看他嘴巴凶，人啊其实挺可爱的。哦，你肯定是爱上他了。我哪敢有这非分之想啊！哎哎，我跟他对你也挺有那么点意思的。我也挺喜欢龙立权姐姐的。行了，吃点葡萄堵上你的嘴，旭东。 你的性格真得改改了。来，你要是真喜欢他，就大胆的说出来。这样吧，我呢给你设计三套追他的方案，你可以任选其一，怎么样？想不想听一听啊？算了吧，你那些方案啊，没一个适合我的。哎，那行啊，那我可就不说了啊。你要是实在想说。 你说过要给我买的，行。
哥给你买了。我先躺会儿。我也是。哥姐，这就是哥哥以前住的地方。李哲哥哥和钟大龙哥哥睡那张床，哥睡地铺。行了行了，你跟他说这些干嘛？来来来，小妹妹坐下休息一会儿。给瓜子儿，还有蚕豆，吃吧。想吃哪个吃哪个啊？你是喜欢哥哥待在家里啊，还是喜欢他到城里来工作呀？到城里来。那你呢？你长大了准备干什么呀？我要嫁给有钱的大老板，住漂亮房子，吃好吃的东西，还有很多很多的钱花，让爸爸不要再没钱治病，没钱吃药。桂君，哎，你瞎说什么呀？再乱说话，把鞋给我脱了。行了行了，吓着他。可我没鞋了，我的鞋都扔了。走。哎哎，旭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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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知道哥哥在这儿留下多少汗水吗？毕业以后，其实哥并没有找到工作。我担心爸的身体，我怕他又跑出去打工，我怕他，怕他再去卖血，所以每天只好来这里打工。跟他们一样，来一天的砖头也只能挣到十几块钱。哥，你看，是爸爸。找你找了好久，差点都跑到广东去找你了。爸，我已经在城里找到工作了。爸，回家吧，别在城里打工了。这次，爸爸差点连老命都赔了。哎，你怎么还没走？你看我那工钱。你的工钱？你这个月病假了五天没上工，那按照约定，合约上面写的清清楚楚，旷工三天以上。全月的工资全扣，你自己可是签了字的呀。我病了，你们也没为我出一分钱的，我都差点死在医院里，你知道吗？这关我什么事？我不知道。哎，我那工钱，你得说说，你不能就这样走啊你。哎，老板，好，我那月的工钱我不要，我只当是喂狗。你怎么骂人呢？好，我不骂。我毕竟给你干了五个多月，你另外几个月的工钱你总得给我吧。哎，我说老王，你是真不知道还是装糊涂？我们这里的规矩跟你说得清清楚楚，工钱是一年一计算，
这离年底还远着呢，你都不能先预支给我点吗？那你去找老板去，我也是给老板打工的，你缠着我有什么用？哎，徐总，哎，你还带着保镖？徐总，徐总，想要钱没门，开车。哎，你别走，我认你十八代祖宗。小朋友，你们是从哪儿来的？我们是从长沙来的，我们的张老师带我们到这里来做社会调查，那就是我们的张老师。真漂亮，这是有名的竹海了。徐东，你回来了，找到你爸了。我找到我爸了，也找到工作了。正赶回来要告诉你，可是那条山路太难走，没想到摔了一跤。你骑个自行车都能摔成这样。你别这样，不太礼貌。没关系没关系，我们很熟的，这是我好朋友。哦，对了，这是我经常跟你说的王旭东老师。你好。你好，我姓张，叫张岩。哦，手太脏了。你好张岩。你好。嗯，我刚忘了说了，这是我男朋友，我们是大学同学，他分在长沙一所中学做团委工作，这十几个同学啊，就他带来做社会调查的。不过呢，我笑他是假公济私。那，别瞎说。还不承认，说是社会调查，实际上就想来看女朋友，是不是徐东？啊，是。哦，不是。什么是不是的？一点立场都没有。哎，等你回来呢，让你看我第一个作品。你们忙吧，我还有事儿，我先走了。拍了没有？你看。哎，我
这次来还有个好消息要跟你说。什么好消息？你在这儿两年的村官任职时间不到一个月就到期了，我呢已经在海关那边帮你找了关系，工作已经落实好了，到时候回去只要象征性的考试一下就行。我还以为是什么好消息呢。这还不是好消息啊，到时候等你回了省城，咱们俩就可以在一块了，想见面随时都可以。可是我还不想走呢。哎，你也看见了，我这些鸡在长沙卖的可好了，我想让他们成为这里的产业，要不然待两年什么事儿也不做，就这么回去了多没意思。这不是有没有意思的问题，你任期时间不是快到了吗？我已经跟上级递了申请，希望继续在王家湾工作。你那么大的事儿，你怎么不跟我商量一下？你不说你要来吗？这不是跟你商量吗？你根本就不重视我。不是的，我这不跟你商量来着吗？有一个事儿，我想问问清楚。你是不是看上那土老帽了？你胡说什么呀？我胡说，他刚跟你说话的时候表情不太正常，我都看见了。你怎么能这么说我的朋友？你太无聊了。行，我无聊，那我走行了吧？哎，珍妮，你回来！你回来！不然就别再回来了。你要是再不表态，海关那边那个编制就被人占去了。为了这个名额，我动用了很多关系。这样吧，你明天答复我，我就说到这儿，你自己看着办。进来。什么时候去城里上班？就算我去了城里，照样还是个土老帽。祝贺你。找我什么事儿？旭东，我男朋友在海关给我找了工作，让我回去。可是你知道，我的鸡也快变成凤凰了，我舍不得这里。可是如果我继续留下来，他一定不会原谅我的。我心里很矛盾，想听听你的意见。我祝你们幸福。这你买的？这牌子挺好的，你用啊？送人。有女朋友了？我配不上别人。什么话嘛！我看看。
下个月我就要去城里上班了，我的同学到时候来接我。我就知道我们这山沟沟里啊留不住你。也好，我还是要为你高兴。过几天这家长会你就别去参加了，就准备自己进城的事儿吧。啊，家长会我还是要参加的，也是对学生们一个交代。也好，过不了多久就要考试了，临走时给他们好好的鼓动鼓动，一定要让家长们知道这个紧迫性。好，我先去看看学生们。王老师来了，大家赶紧坐好。现在开始向王老师汇报。我在黑板上写一个字，大家就打一个字。大家静一静，静一静，静一静，静一静。我说话向来是开门见山，在没开会之前，我先向大家宣布一件事情：王旭东老师在城里找到了工作，过两天就走了。今天，他是给大家开的最后一次家长会。下面，咱就请王老师跟我们说说话。同学们，我已经在城里找到工作了。这对于我们农村的孩子来说，是个多么宝贵的机会啊！爸爸妈妈辛辛苦苦地供养我们上大学，就是为了我们能够在城里找到一份像样的工作，为了我们有朝一日能够改变自己的命运。可就在前不久，我让他们失望了。毕业后我就回来了。说句真心话，回来的时候我心里确实有些不甘。像我这样上了大学四年，毕业后又回到农村，在你们大家的眼里，
我肯定是个失败者。我回来的那一天，当我看到我爸爸那一双带着怨恨、无奈、失望的眼睛时，我的心在流血，我的心在流着血。父母辛辛苦苦倾其所有供我上了大学，我还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父母在受穷吗？可是怎样才能真正摆脱贫困呢？我想了很久，我决定留下来。在全国，每年像我这样从农村考入城市的大学生成千上万。如果我们都不去挤城里的那一条船，都能够毕业之后留在自己的家乡，为家乡做一点点事情，我想我们的父母摆脱贫困的日子就不会太远。人们都说我们农村孩子唯有好好读书，考上大学，才能够从农村走到城市里面去穿皮鞋，才能够改变我们的命运。可我就不信这个邪。难道只有到城里去，我们才能够改变命运吗？为什么？为什么我们不能在自己的家乡，在农村照样穿上皮鞋？这只草鞋在我们的教室里待得太久了，今天我把它换上了皮鞋，就是为了提醒同学们，不管我们考上或者考不上大学，我们都要穿上皮鞋。不光我们自己要穿，还有我们的爸爸妈妈，让我们村里所有的人都能够穿上皮鞋。我们要靠自己的努力来改变自己的命运，我们要有这个自信。如果有一天我们的家乡也富裕了起来，到那个时候，我想就是我拿着鞭子赶你们走出农村，恐怕你们还不愿意呢。你不是心血来潮吧？
我可是尽到我的力了。我爱这片土地，也恨这片土地，但又觉着欠着他什么。哎，那你又能怎么样呢？不是每个人都能干出惊天动地的事情的，只要为自己的家乡尽一点点力，那也是一份力啊。看来我这一次是说不通你了，常联系。还有啊，在 QQ 上不要老是隐身，加油。你们好，你好，王老师好，王老师好，你们好。